杨氏太极八法国家规定套路，将杨氏太极拳基础上缩编为八法，几棚驴几案，踩裂肘靠，形成了八法之要。其形态看似简单，而行简亦该。作为初学入门者，不二法门方便好学普及，其之精华在于棚驴挤按、踩裂肘靠、前进后退、左顾右盼。赵亮敌门传人赵有斌先生之子